台湾在早期的农业时代当中，北管是汉人社会里非常受到欢迎的传统音乐及戏曲。大约在清代乾隆、嘉庆年间，北管就已随着移居渡台的汉人传入了台湾。最常接触到北管音乐的场合，就是庙会的时候，我们在街上看到的阵头。唢呐和锣鼓的合奏属于北方戏种，于是被称为北管，而南方的丝竹音乐就被称为南管。南管北管的差别在说，南管的音乐跟北管的音乐比较不同，它的乐器的使用，南管就属于比较丝乐方面的、哦、它是叫戏曲、哦、唱比较细致的，没有像北管唱啊那种很那个豪迈的那种声调，比较没有，像南管就没有大龙，哦，他的那个声音比较细，比较柔软，而、啊、我们柔软的时候在地方就是有柔软的地方，啊、可是该豪迈的时候大概就是很豪迈，要不然吹唢呐，哦，一次越多支越好，越大声越好，北管的那个，对，比较热闹，像你在说游行啊、神明啊。出去游行或什么，大概都是北管、南管，大概就是很少用到了，也有了，可是很少用到了。他也拉二胡，打个那个操或者，他只有这样，他手那一支、半支的这样，不会说像越多越好，越多越好，他都没有这种情形了。北管跟南管、哦、是他的发源地，从发源地来讲，他的差别、哦、之所以会称北管，是相对于南管而言。那后来就是简化了以后，就变成南管、北管这样称呼。那之所以称为北管，哦，是来了台湾之后，以前叫乱弹啊，哦，来了台湾之后的名称叫北管。哎，那其实南管跟北管哦，是南管先到台湾才有北管的。北管及南管不但深入早期的民间社会。也同时涵养了许多其他的台湾戏曲，其中排场、清唱是子弟最频繁的演出活动。而子弟戏舞台分前后场，前场是出台演戏的地方，后场除了后台支援人员以外，就已分作舞台两旁的文武场。从观众席看，右边是文场，负责丝竹管吹奏。左边为舞场，则全部都是打击乐器。文场乐器包括弦、扬琴、笛、唢呐等。舞场乐器包括投手鼓、通鼓、敲、响盏、大锣等。早期台湾的布袋戏及歌仔戏也使用北管音乐，在宗教方面也时常被拿来做音乐素材，因此部分庙会也能听见北管音乐。北管可以说是台湾民间最为普遍的传统音乐。古时候还是照过去的那个传统，没有女生上台的。前段前身、就是前段前身，比较特色，在什么地方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前段前身。那当然会学分，那会收煞，有关系吗？不关系啦，交通大学，不急，没有急追。啊，是咧十二月，北管系。采用湖广腔的官话，属于北方一字一音的系统，
而且传统的北管戏仍然保存着乱弹戏的前后场，全部由男性表演的特色，连旦角也是由男性扮演。角色的决定大致上都是老师哈、啊，那个彭老师他在决定，我们都让他决定啊。可是他已经知道哪一个是演什么咖，哪一个是演什么咖了。我们自己也知道说我是演什么演什么演什么，别人是谁是演什么，大概都已经知道了，很简单了、啊。北管它之所以会成为这个人民生活一个重要的部分，它最主要就是我们的。这个我们的先民从大陆来到台湾，或者这个金门啊、哦，这都算啊、哦。那他们来了以后啊，因为除了农忙之外，他还有一些休闲的时间。那休闲的时间呢，他就会想要说，哎，我把我们以前这个祖先在大陆的一些这个娱乐啊，带到台湾来。那所以戏曲也跟着来到台湾。早期北管戏曲兴盛年代，甚至有谚语：“吃肉吃三餐，看戏看乱弹。”可以得知当时乱弹戏在台湾民间所受欢迎的程度。每逢神明圣诞等这种祭祀的场合，就会邀请北管子弟为其庙宇做半仙戏的演出。汉人在移民开垦的过程里，往往发展成同姓或同乡聚集的形态，部分还发展出宗族的组织，利用地缘及宗族的力量来运作相关的社会文化活动。北管子弟团通常以地方上的庙宇为团练基地，由庙方提供团练、排演与放置戏曲抄本、神像、秀喜之场地。小时候我们都住庙旁边，接触庙会比较多、啊、然后那时候常常有说什么子弟馆，那时候也不了解说什么叫子弟，是一直到这边才知道什么子弟馆就是北管。哎呀、啊，关以前人家说北管就是用叫祖地啊，我们也不知道祖地是什么，就知道祖地就是这种宣社啊。哎呀、啊，可能小时候就是都在庙附近，住在庙附近，然后常常都在庙里面，然后才对这个比较有兴趣的、啊。啊，那例如其他的那个南管呐、啊，哦那些的话就是比较，我喜欢热闹。北管比较有那种震撼力，对啊，那南管的话是比较近。我从大陆来到台湾，因为这个那个时候的这个。要面对的一个环境比较恶劣，怎么讲恶劣？因为还有原住民，那个同样从大陆来之间，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，比如说客家人跟闽南人之间，他又会有一些隔阂，那之间就会为了地域的一个占地的一个问题，会发生一些争执。那为了保护他们，人们就会想到说，我在大陆奉祀的神明也带到台湾来，所以有一些。大陆的神啊，比如妈祖啊，啊，或者这个客家人是三山国王啊，啊，或者说甚至是关帝啊，他们有的是从自己的家乡就带过来，那带过来之后就成为这个地方或者那个地区移民的一个守护的神。那有了这个神，有了庙之后啊，就会想到要用什么样去这个。等于说供奉这些神，那供奉神的方式，除了一些这个祭拜的生理之外啊，那当然就是用演戏来酬神，所以戏曲就会跟这个寺庙有一个关联发生。以目前台湾来讲，
职业团，还有一个汉阳北管剧团，那它是属于职业的，是在宜兰。那如果是讲到业余的子弟戏，北管子弟戏来讲，就目前来讲，只有新竹的竹堑北管艺术团有在演。啊、哦，竹堑北管艺术团它的背后，其实它最大的一个支持力量就是新竹都城隍庙。那新竹都城隍庙有很多的活动，或者说是有跟其他的一个县市的一个寺庙有互动的时候，也是由如果要需要演戏排场，哦，酬神也都是由北管艺术团这边来演出。子弟戏早期称之为乱弹戏，也就是并非职业演员所做演出，而是由一群业余的演员称之为子弟戏。目前只有新竹竹堑北管艺术团作为演出团体，并受许多大小活动之邀约，例如竹莲寺日前整修完成，竹堑北管艺术团就受其邀约作为压轴演出。